据媒体报道，3月14日正值白色情人节，朴天女友黄荷娜通过个人 SNS 公开近照，照片中黄荷娜头戴花环，看起来十分的清纯可爱，她还晒出花篮，表示世界上最幸福，大秀恩爱。黄荷娜表示，今天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日子，白色情人节惊喜，情人节的时候也得到了，我真的要好好对待。此前朴天与黄荷娜的婚礼多次改期，原定由9月10日举行，改到9月20日，但是无所其后，又表示将会改为非公开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